今天是我们疫情 vlog 的第三集，其实就是宅在家的 vlog 啦，在家时间很长嘛，所以大家真的要把家里布置的舒服，然后好工作，那以及就是整体空间最好越舒服越好。所以我上次在 vlog 里面的那个编曲小站啊，后来用一用觉得不实用，后来 Vivi 就把琴房里面的一台88键这个 Roland 拿出来，经过路过就弹一下。等那个饭吗？汤太早。我们今天的午餐又是吃海底捞，它是海底捞的汤底。我们每次都会加不同的料嘛。那最近我们的料理有比较升级的感觉哦，而且我们还有买蒜头，这样可以提味。然后 Vivi 刚刚说他吃了一颗生的大蒜，所以他煮饭煮一煮，煮到肚子很痛。我就说你不要一边肚子痛，然后上厕所一边煮饭。这个会辣吗？不太会。你是不是特地把那个花椰菜切小？看到了。我昨天去看牙医的时候，我抽了两颗神经，所以牙齿一直有点胀痛，因为那个是以前车祸的时候的后遗症。吃饭喽！我发现他超爱吃这个的，无敌爆爱哦！我现在想训练他握手，然后就可以吃。来握手。握手，哎，握手吧，来，握手。你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真的很常用的那个鼓曲一样嘛，常常用的大鼓，常常用的小鼓。我们今天的晚餐决定是米汉堡。你这个没解冻，你不确定这样能不能用？要用炒锅炒，然后另外再加蛋下去，还有再加一个辣味鸡球，就是一些 Seven 买得到的那种。今天晚餐还蛮厉害的哦，因为有加了很多其他的料，除了刚刚的摩斯汉堡之外，就还另外加了烟熏鲑鱼。烟熏鲑鱼是直接生的，一打开包装的时候，整个那个烟熏的味道都跑出来。这个等一下就要给你洗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零食柜已经整个某人买太多零食了。哎，来，你也有零食。超多，好像有点不太健康哦。今天因为牙齿痛的关系，原本想说今天早点睡，但是洗完澡，我现在精神又好了。想说现在是大概11:19。睡觉会有点太早，主要是精神还 OK， 所以想说练个琴一下好了。嗨，早安。其实也不早，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我们之前超爱的那个算早午餐店嘛。咖啡印，因为它好像它是怎么念啊？是印咖啡吗？反正他们家的那个吐司真的蛮好吃的。有一阵子我真的迷到，就是早上我只要想到我要点这间 Uber Eats 当早餐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兴奋的起床。然后我最喜欢吃的口味是 cheese， 它是这样包的，我不知道这样一条多少钱，感觉很高级。他上完换我上，我上完换他上。哦，我还点了一个庄园咖啡。好，来，还不错，对，这次拍子对了，所以你录音可能只是不小心，但是要没有发现。好，所以你的右手。这边可以弱一点点，不要太用力的去敲，因为重点在左手，对不对？很棒哎 ，OK， 好，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当绑绑这个地方不要太快，你刚前一次有一点点有点快，有点赶，
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照拍着来就好。哎，你不要调音量哦，因为我怕等一下会太大声。如果你觉得太小声，你跟我讲，我调大声。好，不然我怕你耳朵受伤。OK， 我刚上完课，那因为课跟课中间卡一个肚子饿，所以呢，我中间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去弄点东西吃好，不然等一下没力气。有一些地方听起来有点软软的，可是你因为可能踏板太多，所以它该要干掉的地方你都踩着的话，它听起来就会软软的没精神。这边我大概踏板我会在第一拍进来的时候是先不踩的，先让它干一下，然后后面你要踩再踩。也就是说第一拍它那个是有一个断奏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拍断奏这边你可以把它拿起来。贝多芬他很喜欢在几乎就是奏鸣曲系列啊，可能有时候一整面它的音型就是会一直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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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八度也好，或者是一直这样，就是会一直出现。所以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，你就会整个都很大声，然后听起来就会很吵，那手也有可能会很酸。没有没有，你要先把手上功夫做足，然后再加入踏板，它会就是等于说你的肤况是好的，那你再上粉就 OK。 对的，那如果肤况不好，然后就盖一堆粉的话，就会，哈、哦，对，没错。那么臭，你那么臭，还要跑？擦干净。嗨，今天一忙就整个都没有在拍 vlog。下午等一下晚餐，我们今天是订那个之前我们很爱的一家啤酒餐厅，他终于有在做外送的服务。那所以等一下呢，就是我们要吃 Sunday roast， 今天是 Sunday。好，我要出门去拿我的晚餐喽，难得的出门，全副武装。戴上我妹送的护目镜，好香哦！哎，太怀念了。关大伟，然后他说是女生，因为我们家只有我跟我老婆两个人住啊，然后我老婆说她没有下去，所以不是她。我太太是穿橘色衣服，然后短裤，你没有换衣服吗？今天没有，橘色衣服，然后卡其色的短裤，然后她长头发是头发超过肩，然后有染发这样子，然后她皮肤应该没有很黑。今天早上我以为在上课的时候，她接到一个物流人员的电话，说有包裹。然后呢，过一下就说啊，有人下来拿了，有人下来拿了。那薇薇以为是我下去拿，所以她就说好。结果后来她接问我是什么包裹的时候，我说哈，什么包裹？后来才发现好像是我们这栋楼有人下去直接领走。那因为现在比较没有签收了嘛，之前偶尔还是会有一些。物流的司机会要我签名，我自己常常会自己带笔下去签，就尽量不要碰他们的笔这样子。后来查到我们这一次的包裹是姻缘线三条，所以价值大概1000多块。现在只能先跟某某回报说我们没有收到东西，就看看后续怎么样。所以大家如果签收包裹的时候，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他说他是关大伟，
他说他没有说他不是关大伟，他应该想说关大伟的东西应该是好货。拿到了，对，他是送错，他把我们牌号码看反。噔，化完妆了。等一下我们要来开拍这次的业配影片，然后柠檬觉得好不容易有接到一个业配是正成集团的，所以我想说那今天就这个相机摆着当做一个花絮的感觉。好了，我终于录完我今天的业配了，没有声音，因为录影片要很有能量。谢谢我的摄影师。摄影师被凶。辛苦咯，拍这真的很累，已经沙哑。好吧，那我今天的 vlog 就先到这边咯。其实我这一集应该拍蛮多天的，大家可以发现我比较常煮饭。希望之后解封之后，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出门啦，就是还是让那个确诊人数可以低一点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子，拜拜。Raise a glass, you've made it another year. Happy birthday. 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，你想要什么发型？短。对，你想要旁边被剃掉吗？可以。可是它是自己弄的耶。嗯。那你不就也可以自己剪？因为我看不到啊，而且你帮我用，你才能拍片呢、啊。最好是又这样，这样你才有题材啊。对啊。哇，很好玩哦。我头已经过热了，我头不舒服。我现在什么工作都没办法做，因为我头很痒，然后又很热。而且还特地买的这个，就是为了要让我帮他剪，所以就不用先看着。你现在你现在弄过去的话，它没有开会卡毛啦。你要先打开，然后再撸啊。会卡毛吗？对呀，你这刀里面是刀片，那个夹进去啊。我不敢用啦。哇哦，你一定很喜欢这个头才正确嘛。好像可以再甚至更上去，这左侧上去跟推上去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这个被剪的人很多意见哦。你自己这种从镜子看，真的变那种小呆瓜头，就是下面是扁的，然后上面有头发垂下来。我帮你把上面修短。对，你上面你可以修。哦，我这个头发更短更刺了啦。没有，我是想笑。哎、欸，这样我可以省很多钱。这样我要赚零用钱啊。好，真的省很多钱呢。你出去外面剪一次多少？700。600-700，会哦，甚至800。哇！为什么跟你讲安全帽？你剪的可能还不够多啊，这个都还这前面都还太长。对啊，我剪了好久哦，我累了。你得剪多一点啊。对，我不知道剪到民国几年呢，因为你这把剪刀很细。比如你用那个大厨房剪刀剪。白痴哦，最好室内太危险了吧？我现在已经是凭感觉在剪。嗯。表示你已经放开了，我发挥实力了。对啊，你刚刚太小心了。好了，应该好了吧？那我再等一下这。我觉得似乎是可以的，是很不错，好不好？你这样看不太清楚。哦，非常棒，很好。哎，你要对着镜头讲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好看哦，我现在感觉超好看的。哎，你剪的比我两个设计师还好，真的。我要不要出去剪了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你剪的比设计师还好。我设计师如果听到，应该会很想哭。1400。Yeah.